我是话剧演员毛占苗。大家看到我搿身打扮，可能就要问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哪能四个钟头啊？我现在辣辣阿拉上海个美琪大戏院，辣拍摄阿拉话剧个一只新戏，叫《邓世昌》。邓世昌大家可能晓得咯，是阿拉个民族英雄，辣甲午海战个当中，用自家个血肉之躯去装成机械，迭个来抵抗外来的侵略者，成为我们的民族英雄。那么今朝就辣处理拍摄，所以呢，我妆已经化好了，头发梳好了，服装还没换，因为新春佳节就要到了。我辣辣处理呢，要得大家拜一个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同时呢，也要为大家再来唱一段《一一祝美》。深深一袭黑罗马，有的龙山山岗，我来做个媒，帮侬撑心肠。人在相配，门路相望，门生生呀，我做。家呀，门生生呀，我做媒苦问答。一农村的小姑娘，这农村美女不像呀，只要做得对，管啥像不像呀？我来试试一个红花，一个姑娘呀，我就跟侬讲一讲，我家许配那家一起来。好。